好久好久不见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好消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Tanya最近呢在香港办了一场非常轰动的演唱会。哪里？在那一场演唱会最难忘的片段是什么？最难忘的片段应该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回顾我从出道到现在所有的歌吧。嗯，每一分每一刻都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很希望真的有一天可以在新加坡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演唱会。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就要知道Tanya下来的这个计划会不会在新加坡开演唱会是在哪里。应该就是看现场观众给我的反应吧，你们的尖叫声越大声，我更快就会来到新加坡。听到了，好，我们现在就先听为快。Tanya今天要在舞台上为我们带来两首动听的歌曲。好，好，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两首，一首英文歌，还有一首华语歌 ，My Color TV Set， 还有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们会喜欢。欢迎 Tanya。准备好了吗？
这是过去我这几年写歌比较少啊，并不是代表我停止创作啊。我手上这把吉他就是我最新的作品啊。那这是我去年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的一个琴啊。在今天我第一次带他上台唱完这个歌之后呢，这个吉他就要离开我，因为我要把这个琴送给我最喜欢的，我是他的粉丝啊，送给我最喜欢的新加坡的创作的才女蔡健雅小姐啊。Oh my god！ 掌声鼓励李宗盛大哥。对不起，我不请自来。谢谢，这是我的荣幸。谢谢，谢谢李宗盛大哥，谢谢李宗盛大哥，谢谢。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够就此传承下去。谢谢，我们稍见。谢谢。新加坡的原创继续加油，文芳你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功力哦。新加坡万岁，新加坡万岁，联合万岁。所以观众朋友，新加坡的流行音乐，新加坡的华文音乐需要所有观众朋友的努力，我们才可以继续耀眼新加坡，撼动全世界。 Apple 万岁。